同样，我们要看到在这一组呢，第四位出场的选手呢，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 Adam Ruffin。Adam Ruffin 在上一次的四大洲花式滑冰锦标赛呢，是拿下了冠军，也在去年同时呢，是拿下世界锦标赛的第六名。他们教练也是非常有名的啊，这是今年的教练呢。Brian Oster Brian Oster 呢，他也是1988跟1984年的银牌个人男子花式的银牌选手，是，对，这个就是 Brian Oster， 对，非常出名的教练 Brian Oster。 今天 Adam Rubin 带来的歌曲呢，是柴可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。就是来自美国的选手 Adam Ruffin 在上一届四大洲滑冰锦标赛的冠军得主。Adam Ruffin from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。这个呢，就很可惜了，他的三圈的 axel 跳呢跳失败了。他的每一个动作呢，每一个细项呢，我都给他一个正面的评价。是他的一个跳跃非常的流畅，而且非常的高。他在做一个 fly camel 的时候呢，速度也非常的快哦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选手呢，他在做三圈乐子跳的时候，他把两手整个举起来，这样子是非常难的一个动作哦。这样子在裁判方面呢，会给很高很高的一个技术价值。不过呢，就非常的可惜，他的三圈的 axel 跳失败了，而且得到了在总分会被扣掉一分，是，所以这是非常可惜。不过我们也希望他在长曲呢能够加油，把分数呢给他追上来。现在我们在荧幕上所看到的这个是 Chip Hall、菲利普跟 Chip Hall。这个是多
尊长。是1989年出生，相当年轻，172公分。那他是来自美国的选手，现在还是学生，不过他的分数应该也不低啊。对，应该也蛮高的。在个人最好的成绩呢，是短曲部分啊，是拿下了超过80分以上的高分。这也是在男子单人的部分呢，单位来自美国选手。成绩报告：美国队的亚当·李鹏规定动作短。美国队的 Adam Rippon 最后的成绩出来呢是72.71，也有超过70分以上的高分哦。虽然有一次的失误在第一个动作的时候，不过分数还是蛮高的。72.71，目前现在排在第二名，仅次于他的同胞 Jeremy Abbott。这两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呢？